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二十个鸡蛋的简直的，它跟那系统不一样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陈江蛋，就是老板呀，这面有，这面有，中间高五十公分，这害怕建筑的时候陈江当时就在那铺上。你看，它跟那系统不一样，主要是。我也不知道，不是呀，我说那小那小厂，他给他系统，哎靠，光阳基本就按表。这个陈家，你说你还跟那个一模一样，这照一模一样，他也是照到这儿去测照片。啊？不会跟他一样吧？这前几步是一样。他也走个路啊？那可不是，成生硬了这个。我那长一模一样，他就分居了。他也走个路，他也走个路。那俩一般不谋而合。这一步不一样，那我跟他俩弄的不一样。这样你不是弄空场了吗？嗯，打不去。你打的给你拨跑了。这跟他弄的不一样，不能叫他乐的太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你打的给你拨跑了。咋拼的？我咋看跟走的不一样呀？哟，好像不在一个路上呀。庙子的门。庙子门不上下。不上市。不上市，叫他瞄不着门。骑红车，骑红车，咱骑红车。那共享住，共享住，他给共享一个打过去拖了，你让他举出来，招些，是不是？给他打了，反正觉得鸡蛋都太厉害了。这回出来吧。现在把这红车起来。去横站，你说去横站，咱出横站。能塞住香烟，你说去也得出横车。你说去横车了，咱都出横车。现在介绍一些红车，去站十路能塞着那个香烟再供。我去个横车，还不如出直车嘞，出横车干啥？还不如那个直车嘞，去横车没有用。等你那包嘞，我听着了，能跑不能？啊？等你那包嘞。车嘛，车嘛，哥们。车在这跑，车不就跑了？现在，先看着，先看着这个道。这走可以，不嘛，他补个十吧。嗯，先往草上跳着，老魏啊。那下一步就得往跳上，跳上，害怕他往上跳了，才补个十，不能补十，你补十人家都卧槽了。我操！再跳个，再跳一跳，还有个跳一跳，哪有跳一跳？没有跳。我靠！哎，只是别扭。下一步有跑，我可以卧的呀，是不是？哎，只是别扭，你们跳的已经。看，红跑搁这儿了。一直整死那啥吧？是不是？让他跑个他对的。他跑个他对。对了，好办了。不打个踩过去。那我会不给他对了。我给他对了，对了。现在他咋着？那不了一句了。他想跳了，我操了。你再那个呢？再等会儿就不能跳。啊，他放出来，再等会儿。你要退这一步，他都他没人去了，他没牛。没牛。现在他是想卧槽了吧？嗯，是吧？啊，你要退一步，叫他跑，他的跑一打过来一踩，他卧槽性都没一点剩。你看这供应部不叫他卧了，供应部还在那吃呢，供应部也供，供应部都没有卧着气。嗯，哎，你说的就是，供应部都没卧了个气了。那背那气不能挣回了。哎，他真供应部了。没有气，那他也供应部，你人家有供应部，他不打的，他这个哪里的？他有跑呀。跳你这局过来做了。哦，对对。哎，他全能的，怪好的。这个红山也可以。都能有供应。供的打泥浆可不好呀。供的都不能打，现在吃也不跑，这局该出了。他不教我的，你瞧瞧，是不是？供不好吧这回？先出局吧。
飞不跑，有个他要抓我咋整？飞不跑，妈，咱三没有违法了，我肯定是违规游戏。不是不是，我啥也不是，我是工人，穷工人。违规，我是穷工人，高工人家是，看看俺桥底是有一桥没有？桥了，那桥底是可不中。可不敢敲的意思，你敲那是别了，要给他打过来。有的打一枪，我知道的。你敲的意思，这些可都害死。这鸡巴干活也没有事呀，不咋的呀。嗯，干活的。敲的意思你能咋的？好，敲的意思他得入一个队员的。没事，敲的意思不中。不中，那不是说了，一般的不中。敲的意思也可以。他现在不是不转了吗？乔弟他不敢吃，他一吃他打我一僵，我僵死了，我死的。他现在这个说乔弟是中不中？问那是这问人家了，没有说中。哎呀，哎，咋不中？好换个是不是？歪了，他妈的俩局都能看那我也能看住了。不好看吧？我看打你是打你是，我调个色吧，我也不管了。那安全第一。老水的绝招都是常温的。打了一枪，你在鸡巴水家伙你打了一枪。你来知道。哎呀，钟老板来了，钟老板，我老是害怕他。我害怕你我现在害怕你嘛。你看你嘛，你都还有老水。他是谁都不怕，不是吃了。我现在害怕你，我现在啊，吃了六分都及格了。别老是讲话，还有一个字儿，你都说出来，害怕你入。不能跟他对局了。啊。哎。对不对？到底跟他的？你不对咋整啊？拉倒，他不过那对了。对了，他那边啥人，我这边约人不对。那得讲，压着他，不能跟他对。转到那个老的啥？不让他骑马呀，得我得骑他，不让他举炮，不让他动，他不让他骑马。动局太中线了。对，那又不让他动局，还不让他动马。小赵。是的，对，就抓我，你讲我说。没法说你，没有法说你呀！我下午都冲着像守住河有一寿命，对，巡河吧。巡河是不是好点？哎，你看我这我供他了，他又巡着河了。就是防止你供了，带钢盔的。哎，是的，你搁到这，然后搁到这了。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。不干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。工兵他鸡巴他操吃干了，入地了。我来不应该走到这儿呀？对。走这儿他不等了？跑到那。追不带你追。别靠不着一样，这迷人跑到那。这他干啥了？这。走到那儿。靠不着鸡巴，我都想搁到这里干啥了？不是，咱搁那也不是，我这先连住他，他让他不敢下，你想中不中？啊，连住他，捞住他中不中？举捞一步，举捞住他。也走错球了，这球。举捞住他，举捞住他。看你这香了，别慌。想换两香的呀？香啊！想踩你俩香的呀？他一踩着先打他一脚，给他香。你想着这到你讲话，就给你捞出局了。啥呀？错的捞出局了，不敢。你打一脚。这大江给他响了呀！你响以后说一刀江不把局给你搂了，把局搂了，我还搂局姐啥的。你赌啥了你？他不是公平的。我这一步不中，不敢连。我现在连着他再来一步吧。我连着他也得踩你的响。吃辣也不吃辣吧？不会踩他的响的，不会踩他响。咋会能踩响？我都踩响打门了，你们就看弄啥？那可不是，你不响他。那就是个门儿，你想他把局给就那，你想了还是门儿啊？跑道一枪，这不是还是个门儿？你要不跑，就是脖子啊，他可以点他，你脖子他马不能看他，哎，可哎，吃了好也可以，搁这平板。对，那个局偷偷起，嗯，跑点儿。哎呦，你得有个可吧？你得有个可吧？啊，你吃了在那跑。哎，鸡巴打了一部局，我给他打死了。打不死吧？靠，你打还要他要搁到那巷口了吧？
他搁到巷口，搁巷顶上，那搁巷路啊，对。巷口那玻璃都脱了，你再过来裤子打一下。搁巷路，我要跳马，我觉得也中啊。跳马怎么？跳马在这局又顶住了，那肯定顶的，是不是？我叫你杀马，你讲的是，讲的，是不是？一枪，你猜想这门字体不行，也可以啊。老魏都大局都中，大局吧，大局他要跑了，关键是。一跑跑要给打了，你大局他要又回原地儿。大局他搁到着地上，不敢搁那。搁那再喷一步吧，是不是？是大局他搁到着地上。搁那不猜一下了。啥呀？我觉得大局还是不错。你再想不给他想了？那你编码编码掉了。那你叫编码，他就真的都丢了。大局他又跑进去。关键这边你晓得多长腿儿。大局他又跑进去了。回来你会受了。他只有回到原地吧？估计只有回到原地。那有啥意义了？那这有啥意义了？是吧？这等于就没走啊，这等于。先丢过。那不能说不走，肯定不。你要说说不走，我还不敢往里边去。往里去的才行，不才行。那打的局的都在走啊！下马踩你，这就踩你的局，你那局往哪踩你？你丢个箱，丢个箱子。能打他一会不能？哎，那个，打他一会中不中？瞧那跑，打去，敢打不？我打他一会了。你打他一下，他给你吃了。你打他有马有嘴呀？你这个马还没有根儿，咱也嘴里头。是不是啊？人家马找有根儿啊。我多打他了。要是只能死找打，也不能死找。你找打。你那个马。他抓住马都给你吃了。你现在憋得像野呢，你不着给你马吃了。打是不是？你咋走呀？我打他局，他给我吃了，我把肉那个大局他不把马嘴呀，吃了我不把肉给他想了。哦，那你多丢。要是个马嘴呀，你死找打都三腿一打人家把鞭子我给你杀了。死多大和弄个马谁交不起？我都半天没有看见你找个大局都不大了，你咋不我哪教你大局？不是他呀，他。我教你的多了，对，我教你死找打人也是一码事儿，连着点哪的，就我现在打的局他得走走啊，他不走回中，他给我俩对局，我得吃了，他吃我，人家叫打嘞，我再吃他着，就是还是他不是走走了，他不是，啊，打局不好，打局不好，我打局，我打不中，那都是吧，找着马找马母了呀，做了，哎，不是。那不中啥呀？这不中。那你打呗，行。你不是这边说，你一摔，他给你摔了，你把马一吃，丢着怎么？你打吃着马了吗？能不？多吃个马都好。你打局他打局，你杀着马了，直接吃了。多咱一打局，好了，谢谢。这一走的这，丢着怎么？必要睡，必要睡呀！你再去是不是？啊，不合适。你跑有任务吗？你跑你必要睡呀！你推一车不中吧？你腿吃不住，人家直接分啊，对，直接分那儿了。人家给你当过。现在大局呗，局给打死了咋弄嘞？咦，局打死不要，啥不同法？别，不是，走错局能打死。这要把局给打死咋弄？哎呀，你那个往前走一步不行？啥呀？你先搁那儿待，打二步就有家中炮了，进去不巧还搁那儿。刚好去把局跑过去挡着他，先来点儿。他一打我的局，我的局都得赶紧跑了呀。他一打我的局，我的局得赶紧跑了呀。打你他这是。你都上马踩着。哎，一踩沉底了。哎，你叫你可叫他上马踩啥？一踩我都沉底了。踩跑。对。不是，这又打你了跑，我这个。一踩又亮了。又打你了跑。一踩又亮了。打了局了。那他给他踩了，那是个坏。这个，因为他躲这个了，他搁这直接把桌子不给他打了。他给你我等了，哎，他等到我沉底了，那不是？我躲一个大字，我是不是？你躲个大字，我现在已经躲个大字。啊，我躲个大字，我怕他了，拼。不怕拼呀，我现在。这会儿不吵吵，谁让你打局了？这哎呀，你这瞎鸡巴吗你？那个跑俩跑都不能打。他不应该打我的局的，他咋会打我的局？这个切个胃老水啊！他应该跑到这里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回到原味都中，跑这不中。回到原味，你多栽个香。回到原味，多栽香，人家打你浆，然后跑了。哎，这回跑了，还是把马给弄跑了。那这咋弄？你说？你推跑呗，推走的。推到这不妥了？嗯。直接推到这不是看着他不是打不着咱的局了？是不是？他下一步还要打我的局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下一步还要打我的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能把局给打死不能啊，因为把局给打死了，我是他俩跑打你的局呢，他你现在一前头他打一只牛跑打，那找一东西把他给他打了，打我的局又打你都是问人非得非得叫你说清，打我的局怎么能呢？小学小学没毕业了，要得回马灯。等没边呢，等不住了。搁这不中，搁边吧，你觉得来回边蹦上来，他也不蹦了。等不住了，他也不上了，也不蹦了。别叫我，这我这给我怼死了，别把我这给怼死了。妈，现在该死了。哟，又打我的拳。刚才打的。刚才打不是吧？一步不用说，差差不多。现在先拿热跑先打。你嘛比走起啊！我都有我的球了，不是我也会跑的。啥呀？你进一吧，你会啥跑啊？你搁这儿，他打你的鼻子这响音儿，你都瞧着了是不是？又打我了，打嘛嘞？主要不要紧，主要不要紧，先搁到里面不妥了，搁到里面叫他出来。里边走到里面要啥一步，现在先咬他一步，咬他一步，对对，挂中吧，跑完了，这都跑完了，咬他一步再说。把局撤回来，把头局撤回来，马不要了，撤回来，这不要马了，这个咱搁这一挑，啊，打着马了，等着捉不中，你这个马不管用，啊，能搞住了，他只能打鱼呀，打不住俩呀，退回来都算了，老老实实，我挑马不中，他都给我撤了，我退回来。退过来给你吃啥？我挑马看着不中，挑马也中啊！挑红柱了。哎，聪明，拍你的马，打你的马也不挑了。是的，对。我非得问清。那他把死给挑了呀！我日的。这叫踩马也中了。这叫踩马也中了。真的会中，可以。你混，你可以是错了。好难跑。我直接一踩马，他一踩我把桌一打。对。那都丢走了。要不要了？那都丢走了，那都我这几个都丢走了，他把死给挑了，我说。这桌算着。相互牵制了，现在孩子现在都没玩动，你不晓得？他怎么跑贴不开？哎，啊，知道了。有事没？别的没事吧？再给他拼个局就赢了。好呀，这个走，打有打字了还不好了，你能咋？现在字都在被动了，你想局憋到那地方出不来，我这都在这被动了，关键是。局还没地震走，赶紧回来拼局吧。我打一张没局了，那不是？这个打哪有奖？这个打中是。哦，可不敢。直接来个拼局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这多简单的。长日子了，我日的，先把局子平了，先保证不入再说，是不是？局平了，保证不入。打死不中了，你打死人家一金一大马，这俩都丢一个，是不是？我黑金弄了黑金，不敢进。你打着这个局子，我咋又把局子一平都脱了？这都简单。不用，我那个你不用送。简单化。我发给那个谁。就是那个看一下车上的路线来。他叫人马腿。啊，不用送，就是说。那我要打刚才都可以打的，现在打。现在一打他都不行，你这一样他有马嘴头嘞，打着招又打着。好。我先把局子平了。平不平？那你局看着嘛嘞？当时你要打这个打这个，他的气也不好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。那是个棒了嘛，先给我拼个局了啊！当时你局在这了吧？你打着这，打着还吃到了吗？我这把局一拼，我都稳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局一拼，我这多一个大字，我多大多少兵？不拼局，你都往外挪两步，也没啥意思。进去吧，拼进来拼吧。进来是拼呀，进来也是拼呀。打你死，你看，这一将还是拼。你没看着打你的死？死又下不了，你还得想想办法。进来还是拼。要不了局跑了，不叫打着局。连拼局没辙。跑了不是个拼局了，都跑了。啊，这个拼不是局。嗯，这他蒙到也不起了。这都拼不是局了。得理不饶人。先蹭个死吧。这俩都抓紧给人拼局。哎呀。蹭个死吧。是吧？你不成事不中，这又拼不成局了，等一会再拼。
跑十多号，我倒还原来会牛肉的问题啥？牛肉，牛肉，牛肉。问题是没有路啊，没路啊，电工他妈的，哎，这没啥气。不对局了，不对局，这一回不能对局。他那有梗了，你怼他干啥的？他没梗，你怼了又是先手。你过来走一步，马上多好了。刚才，这不是跳上去看吗？啊，刚坐马不是先手吗？咋是坐马？搁这坐？现在这有啥意思了？你乐队将在抓他，他是抓的，是不是？现在还可以抓，还可以抓的吧？赵一江就说了，赵一江在抓。叫啥嘛吧？他吃着那嘛的，不能叫那个。他嘛簪子上不来，别慌了。老那有啥不干的？还真打我的嘛的？啊，也没多大个意思，是个东西，是个小环境。上这个不中。我上这个，我上都讲一句呢。挑着给大家一拼都妥了吧？是不是？挑着给大家一拼，这边没威胁了。先将军给他将进去，现在平局了还是跟那个？局咋会能杀的？哎，靠着局能杀，我是对的。你等了这一回，下一步吃他的马，他的马都没地方跑了。跳中了。哎，我吃的嘛的嘛，你吃香油没有了？哎，我吃的嘛的，他不能，他中的泡泡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他中的泡泡不能往边跑，那就是人跑越往香一啥，主要啥你想的？那目标不是啥，不是啥嘛？我跟你说，哎，真想的不带劲啊。我只有没点公式，好重要，好重要，你算香，红毛羊往地下。现在杀斑马才能入了，你杀不杀马你咋入？入不到地。我让将军看我给他将进去，到老将不能动。走着墓地，走着墓地，对，不错，就是这么地。还得赶紧出将，出将还不中。跑马就是要吃香，你不叫他吃不当点呀、啊？他挡不住，关键是的。跑马就是要吃香。关键是你老两不喝茶，我呢在那跳了几步没理我。跳三步。再吃了一步等于跳三步。你吃香都不带劲。吃了慢了，吃慢了不要。那你吃慢你功力像重吗？他要是一吃的，你就往这跑一下。你也直接都给你吃。我直接给他吃了，我还。你知道功力要重呗？那还真跳了。那你跟他叫慢也跑不了，你叫马跑那。你掉俩字了你。我说你马跑到这儿吧，香给你吃。你说咋弄？下一步又替你吃一香鱼。那可以。过会儿跑一步。吃你不香你不中啊？先吃一步吧。啊，不行，再往上挑，一挑倒一步再吃，倒一步再吃，对。你挑这会儿又来吃，你一跑，一跑倒丢了，是不是？你不中，那个气不能打马，不能打局，不能打局吧？对，那个你不能打局，打局打会。你只能跑你的局嘛，有点事儿，我得走了。走啊，走了。